追寻无疑如彼，这六个字很重要，如果他愿意念出来的话，保证明年马上续约啊。先邀请施董事长，接下来追寻无与伦比。什么话说？追寻无与伦比。追寻无与伦比。奇怪，对，李老师中文也是有一点点那个。OK， 外面人，我们想问一下孔刘，因为我们刚刚看了广告，拍的过程感觉特别辛苦，在那里奔跑，可不可以有什么趣事跟我们分享？哎，哇，你看还有一个导演，哦，帅哦。对，이그운동화를신고뛰는게아니라그이제의상컨셉상지금과같은구두를신고뛰었어서네발바닥이좀아팠고요그리고화면에서보신영상보다실제로저는더많이뛰긴했어요네그때한국의날씨가지금의대만처럼굉장히최고로더운때였거든요그래서땀을좀많이흘려갖고셔츠도땀도막젖고이래서그렸던기억이나는데저도이제찍다보니까굉장히좋은광고를찍고싶은욕심에최선을다해서열심히했습니다看到你讲都是面带微笑그러면앞으로계속미소를지으면서我要继续带着微笑跟他讲话。他刚才说，因为他刚才就是奔跑的时候啊，不是穿运动鞋，他是穿像今天所穿的这个皮鞋一样，所以就是奔跑的时候感觉他的脚掌有一点酸这样子。然后他基本上呢，就是他刚才跑的时候呢，其实他跑的距离呢是比他所拍摄出来的广告那边还更久更多，而且那个时候拍的时候。是因为刚好韩国的天气是就像现在的台湾的天气一样很热，所以他就是奔跑的时候就是满身，当然他的衬衫都湿透了这样子。不过呢，他是为了要拍出好的广告，所以他竭尽他的所能，就是展现他的那个广告的那个魅力。对哦，比如敬业哦，衬衫都湿透了，我的妈呀，好好看的那画面，有没有把剪进去？네그리고그젠폰4의주요기능인이제와이드앵글와이드뷰앵글하고그리고어두운곳에서촬영을해도마치낮에찍은것처럼굉장히좋은퀄리티로사진이나오는것을보다효과적으로전달하기위해서낮과밤의대조를촬영을했는데요그부분이저도굉장히흥미로웠고그리고나온영상을보니까저도굉장히이핸드폰젠폰에어울리게광고가잘나온것같아서기분이좋아요어떻게보셨어요他说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大家讲到这个手机的那个主要的功能就是一个广角还有就是它有展现那种就是好像是光线不足的地方也可以把它拍出白内一样的那种功能所以他们好像为了要展现这个日夜的反差所以他拍摄的时候对这个功能非常非常的好那今天看到这个广告中发现他觉得他们就拍出来的这个效果非常好然后他想要大家询问一下今天这支广告拍出来的你们觉得如何呢真的很辛苦哈、哦、当然他也提到我们的120度广角还有微光模式那至于我们的玻璃机身呢他看到我们极致的这个设计哈、哦、Zenfone 4当时他拿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디자인도굉장히한눈에봤을때디자인도굉장히아름다웠고요你看看它的设计呢就非常的优雅개인적으로저는블랙을네다예쁘지만블랙을좀좋아하는것같고这些颜色我都喜
行了。不过我自己个人呢，就是比较主义这个黑色。我喜欢黑色。네그다음에그가장신기했던점이그120도와이드뷰였어요그래서저는셀카를잘못찍는사람인데젠폰4라면은굉장히셀카도쉽게잘찍을수있을것같다는생각을했고요그리고보다더우리가여행을갔을때보다더많은풍경을사진속에담을수있겠다라고생각이들었어요그래서그지점이굉장히또젠폰4의장점인것같고네굉장히마음에들었습니다他说他觉得其实拿到这个手机的时候，他觉得很神奇的是，他拥有这个120这个广角的这个功能，因为他是不太会自拍的人，就是那个功能还不错。还有呢，就是而且他觉得那种就是广角的那个功能，他很容易就是上手这样子。还有他觉得这个广角的功能呢，就是可以在他旅游的时候可以就是收更多的风景在他的照片里面，所以他觉得这是。但是它的很大的一个尖峰的优点吧。是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孔刘对于这个自拍呢有一点点小障碍，不过120度的广角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听说只要是他自拍，都会把旁边人卡掉，是吗？都会把朋友卡掉，这些人还有在联络吗？네아니제가친구들한테도셀카못찍는다고제가사진찍으면친구들되게싫어하거든요基本上就是我的朋友呢，就是我跟他们说我要自拍，他们就说不要不要，因为他们知道他都不太会自拍这样。이제뭐에이수스의젠폰4라면은친구들이저를싫어할것같지않아요我想啊，只要是我手上拿到这个华硕的尖峰4的话，我的朋友应该不会讨厌我。最近人缘比较好了。肯定的，原来手机还会让人缘变好。但是呢，不好意思，您刚刚说黑色的很喜欢，麻烦你也点一下其他颜色，不然那个经销商很难处理。全部都卖黑色怎么卖？大家都被抢金金，好哇，不写不要那位，哎，啊，你有卖洋色的无哈？金色黑色的也好啦。银色、金色、金色、gold。对对，그러면제가봤을때，那我来看呢。铜。哦。哎呦，手脚好快，不愧是鬼怪。就其实，이거떨어뜨렸으면존이한테혼날뻔했어요。我可能差点把它掉下来，然后呢，狮总会骂我。이거는저희엄마한테올리신거고요。我觉得那个金色的颜色呢，应该是很适合让我们来。네이거는아这个嘛이거는저희누나한테올릴것같아요这个应该是比较适合是我的姐姐이건저희아버지이건아버지드리면되고이건白色的话就是送给我爸爸然后这个黑色的话呢有来집에가족분들이사이좋게색깔하나씩쓰시면될것같아요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家里每一个成员呢都可以就很和蔼的分享每一只送礼自用两相宜了 Thank you 孔刘so sweet超级辛苦晒太阳衣服湿透的广告之外我们还有第二个广告片哦请看大荧幕Thank you.
跟他拥抱，觉得有点，真的有点害羞。现在想起来还在害羞。那像这一只，네그여자분한테이렇게마치청혼하듯이프로포즈하는일은연기라고생각해도좀떨리긴한것같아요我觉得就是像女生啊，就是求婚啊，其实我自己知道那是演戏，不过还是觉得还心还蛮心动的这样。哇，你的尺度越来越大的嘞哈，不敢自己爆料嘞哈，我们都不敢问嘞。不过演员必须专业的就入戏嘛，对不对？即使是第一次见面，必须要演出很幸福的感觉。那这一支广告呢，跟上一支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来问一下孔刘，在拍这支爱情故事的时候，感觉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像刚刚说心动的感觉啊，还有没有什么在拍摄的时候特别的趣事？일단뭐앞에보셔서아시겠지만전혀다른두가지이야기고요刚才大家看过这个前面的广告，其实这两个广告呢完全是不同的故事。제방금보신그셀피편은조금더이제로맨틱하고감성적이라고할수있고요다른전혀다른두역할을이광고안에서연기하면서저도굉장히즐거웠고그리고에이수수와함께이렇게재밌는작업을할수있어서저도이렇게추억이될것같아요大家刚才看到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两个故事，然后那个自拍的这个影片呢，就是展现的比较浪漫，比较感人，然后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趣，可以尝试就是不同的两个角色，也非常感谢华硕给我这个机会参与这个广告。